海草，你这是老人富坚哎，这里抖有没有？像一颗海草，随风飘摇。海草，花里胡。哎，我算这样，然后我跟你这样，我现在拧开一个什么东西。海草，浪花里舞蹈。海草，管他惊涛骇浪，我要我乐逍遥。没找着调。忘了，好萌啊，胡一天，呆萌的。这都找不着调，差评！你看都没有我妹妹调找得准。对，你的调不在，刚才丢了，飞走了。熊子琪，我感觉你只是虚有人气。但是这个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是第一，看一下。对，是第一。第三或第二吧。第三嘛。我觉得海草肯定是前三。是差第三。第一是最美的期待，不是我拥抱着爱。不是，第一名是带你去旅行。啊，带你去旅行在里面吗？说散就散也很火呀。带你去旅行不火吗？啊，也很火，但是过了是前段时间很火的。没事，好，下面到你们了。心愿便利贴，因为那首歌里面有他。什么叫有他呀？什么一天。所以一天见你的心啊、哦，懂了。他爸妈是因为这个首歌起的名字，有可能。来，我们欢迎胡一天，心愿便利贴。一，没事。靠近你的心，你别吵好不好？你让我看好不好？开心，我好开心。怎么？我叫你别唱。那我好好听他唱歌。等不到双子座，流星雨洒满天际。等不到双子座，流星雨洒满天际。先点燃就只仙女放代替。璀璨不一定有许多藏是黄金。看你眼睛，有幸福的道理。